我叫小马，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由于这个外形，和闺蜜在一起时，别人总觉得我俩多少沾点毛病。我们曾像普通闺蜜那样相处。吃爸爸给你吃，我吃爆你了。但事实总是给人添堵。小姑娘，你怎么和家长说话呢？我也曾试着和她站在同一高度，但现实1米9体验卡总会结束。好在我们有着同样的思想觉悟。其实女生往往比男生更爱看美女。那你说的口红什么色？我也担心我的外形容易让姑娘错付感情，但低估了女生的正义。每逢佳节，单身女性往往容易在节日氛围中迷失自己。每当闺蜜的自尊心受到打击，2022了，太单了，我就明白了自己的意义。哇，金色传说，你的平静男友充值成功。面对前男友的挑衅，不仅要满足闺蜜的好胜心，还要预判突发的危机，出其不意。我带了你最喜欢吃的安慕希五克蛋白酸奶，快尝尝。他还想努努力。要明显点。你少点呗。这个安慕希五克蛋白酸奶呀、不仅好吃，热量还低。闺蜜同心，其利断金。十二吧。这一杯敬单身狗的反击。哎、脑挺。Hello， 大家好，我是1米9的小马。收到一条粉丝的求助私信，他说：“马哥，为什么都快2022年了，我爸妈还是这么封建，不让我穿黑丝和裙子，还说如果我再穿，就没我这个儿子。”家多稳男念的经，那我妈还希望我跟个小姑娘似的。所以啊，就老从东北给我邮衣服，是不知道以为邮了个房子过来的。今天咱就来个 vlog， 水一起，这不能是个貂吧？东北大通报，这是个情侣款。咱感觉我妈在点我。双裤棒子长，安阳店我是熊池。下一个软妹小裙裙，有人问了啊，冬天这么冷，你扒冻腿吗？你阿姨能不知道吗？东北软妹必备神器啊，丝袜棉裤，这怎么有大酱味儿呢？行了，怎么说也咱妈一天洗你试试去。穿不上，不合适。穿不上，不合适。穿不上。这么多人，没有一个适合我。上闲鱼上卖了吧？我看最近身边挺多人都在用闲鱼挂闲鱼赚钱的。我上次换季的衣服也是挂上去秒出了。你们现在点击评论区上闲鱼搜小马，就能抢到了。来吧，继续。哟，海蓝之谜呀，家人们，看。哎呀，大酱、大萝卜、东北沙拉套餐，这我妈就愿意干那些大蛤蟆穿花裤衩的事儿。但是吧，我确实从小听完吃大萝卜的，就是我妈屁的。有点想我妈了，打个电话吧。妈，这两年就这个情况，我也一直没回家。你跟我爸好好的啊、哦，不用担心我。又没钱了？你看你咋这么说呢？你这多少给我转点呗。转你，转你个大半米！就现在这种钱能花的，你天天打电话不要钱就要钱，有病！我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两个人花。阿姨好。我叫小马，一个身高1米9的女生。由于这个外形，我总能看透很多事情 ，A.K.A. 人间清醒。比如职场干饭人的友谊，总是让我羡慕不已。太瘦了吧，你多吃点。偶尔也想加入他们的话题。谁不愿意干饭？吃就完了。他们说好多干饭好店，看给你啊。但身高的优势还是让我发现了秘密。为了独自美丽，她很自律。但好在他们有着同样的荣誉证明。作为女生，我也同样能看透闺蜜的脾气。比如睡觉前，她穿着睡衣愣在原地。肯定就是半夜刷到美食视频挣扎着想点外卖的纠结心理。而闺蜜的意义就在于只要你一个眼神干饭人的惺惺相惜。哎呀，这年轻就是好啊，大晚上的还聚餐啊。对，去餐，你看我怎么吵。我见证过她收获荣誉，还要挑战爱情。看着为了穿上裙子饿了3天的闺蜜，你这个说啊，我饭量小，我实在有点看不下去。别人生病了，我在饿了么给你订了你最喜欢吃的油鸡王，现在在饿了么做八八九给你专属年度人人有红包，最高100的券吧，还能一直从订外卖的人限定发给你。走，回家干饭，咱们说这个。女人在爱情里总是戴着面具，但哎，那姑娘，你们叫外卖啊？不是我点，我没点外卖，就是你那次你跟你男朋友两个人点了5个人的量，一时间不知道先解释哪个。哇，真是你的，真的，你们就换一起点的。闹挺。我叫小马，一个身高1米9的女生，江湖人称仪式感天花板。送女友送妈妈哦，10块钱一准带回家，美女看看花着。每逢圣诞，闺蜜总抱怨没有过节的氛围感。我说是恋爱的酸臭让她难堪，我知道她也想要一顿浪漫的晚餐。其实营造仪式感很简单。您的圣诞大餐，慢煮10分，法式黑芝麻碎
醉左小麦粉配蒜蓉醋汁，说人话，猪肉白酱饺。他看起来很喜欢。我是圣诞大餐，没有女生能拒绝这种浪漫。哪有过节不吃饺子的？来，走了。有对象的女生总是能收到甜蜜的圣诞礼物，单身的闺蜜只能独自庆祝。谁说单身的女生过不了节？想要仪式感真的不难，你只是缺了一个懂你的一米九闺蜜。看到她幸福，我很欣慰。哎，闹挺。我的小马，我的小马，我的小马，一个身高一米九女生的年度报告。由于这个外形，那个外形，这个外形，2021年进女厕所被打出了128次。这是复考，这本人来。被拒绝54次。行了，兄弟，哥们，不，我不喜欢男的。女生。2021年给闺蜜做平替男友61次，拍朋友圈争面子照36次，接受闺蜜奶茶贿赂196次，这导致2021年闺蜜胖了很多斤，而我。2021帮闺蜜挡桃花49次，其中渣男48人，帅哥0人，闺蜜共计崩溃21次，两人平均单身11个月。唉，又浪费一年，许愿吧。我的小马是个身高1米9的女生，这是我1米6的闺蜜以及她妈。这你男朋友啊？对，阿姨好。我发誓这次完全是自愿做平替男友，单身狗过年总免不了被嚼舌根，而凭借这个形象，我足以让闺蜜过年回家挺起腰板做人，在父母面前一定要表现得嘴甜孝顺。哎呀，看来这咱阿姨会挑啊，一下就挑中了经典超值牛奶，这可是原生的高蛋白原生高钙的牛奶，一瓶啊顶2大杯的牛奶，让家长觉得自己是个值得托付的人。阿姨随便挑随便买。你好，一共1600。我帮你提阿姨，赢得家长的信任。同为女生，我知道闺蜜最烦被催婚，而我能预判亲戚的逼问，不仅能让她在过年期间安安稳稳，过年吃的多，这牛奶当零食，低热量没负担，不要不会，还能让精神生活异彩纷呈。新年真想 VIP 演唱会现在开始。爱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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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说？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正月里来是新。看得出她很满意，然而作为女生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换姨妈巾却没找到垃圾桶，比这更尴尬的，此时我看着她，她看着我，我看着她，她看着大姨妈。阿姨，我可以解释，阿姨，我是你给我解密。来是新娘，闹挺。江归江，山归山，我河归河，川归川。收起长江滚滚来，明年大家要发财，爆竹声声一岁除，虎年大家要暴富。